是吧？甚至抓住地以后，先使得脚跟脚盘互抓地，膝盖你慢慢的再往前拱，这个是上下能协调的，是吧？所以希望同学们做的时候，你尽量能按照要求来做。我一下子还找的不太那个啊，那边我们现在这个，比如做斜飞式也好，什么做，本来到这儿以后，你看它是沉肩垂肘的，我们现在一般都是抬的挺高。你待会儿看你做斜飞式的时候看看，都是抬这么高，哎，很少这在下边做的。本来抬高下边由下而上，这腰带在搁这走了，哎，就你这是抬着抬上了，这就协调不起，是吧？另外就是，咱们说了起来很简单，抻出肘尖，空出胳肢窝，咱们这儿要空不出来，是吧？所以空出来这，你看这不就空在了？往走的时候，哎，往这走它也是，你看，始终是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这点，在做的时候尽量注意它，是吧？拿这基本要领结合起来，做出来之后，宽宽大大的，杨氏才比较舒展，宽宽大大的。另外就是说，他这杨氏泰拳呢，他跟龚如心先生说的呀，他不打花招，直来直去，是吧？他这个左右手啊，这没有什么花啊什么的，他说简单的是什么手法就是什么手法，很简单啊。所以做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，好吧？我不练则已，我练呢就找点东西，我今天找手，明天找肘，后天找肩。是吧？一天找一样，是吧？使得逐渐的、慢慢在配合它，是吧？上下整体协调了，但是一下子做十全十美也不可能。反正今天找点，明天找点，不练自己练，我就找一点东西。不要是为练而练，是吧？不要我练哦，今天我觉得我练两趟、三趟，甚至四五趟，啊，这个精神可嘉。但你练的时候呢，不要为练拳而练拳，你说不定练以后我有点收获。另外就是二三知己也不可以没有，二三知己互相看，是吧？你练他看，他练你看，哎，这样的话对自己有所帮助。有时候倒不是有意识的、故意的那么做啊，这倒不是，但是有意识、无意识的，哎，这他不由自主，自己也闹不清，别人的旁观者清啊，旁观者看得清楚，哎，你这哪儿这，你看你这肘老是悬的，可是他是不知道。他也不是有意识故意就这么做，他也是，哎，你要给他点一点说一说，哎，他就好一些，是吧？蓝翅尾的左旁，停！你比如这臂，右臂为什么抬那么高呢？是吧？你比如现在我们这走，啊，重心略向左，腰抬，右脚开呀。是吧？你搁这起的时候不要抬，你搁这起的时候就这么起，你还能提高吗？他就起不来啊，是吧？你走啊，走啊，右旁腰带左脚扣，右向左转，注意左臂，左臂往下垂，垂，左臂往下垂，垂垂，哎，垂垂。锤，哎，这时候就不起来了。好，上步右旁，停，再做。哎了，对了，好，捧起来，捋，转身，好，走，屈臂记忆，分臂拿。单边的转动式，停！你看这脚扣过来了没？啊，不要到右边，再往左边走，左边再右边转，直接走，啊，直接走，好，直接走啊！好，直接往右边转啊！左楼桥步。哎，直接走，不要往左边去，不要往左边去，就在右边看他，指尖朝上，左臂抻出去了吗？
好，做好右腿慢左腿，转身先搂，右臂屈回来。好，弓腿推拉，上身应该是斜倾，带点倾斜的。哎，那长立起来，应该是哎，整个顺的。你看，使劲才是顺的啊。所以坐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这腿啊，别走太宽了。你看你这脚啊，扣的太多了，是吧？哎，扣太多了也不好啊。哎，扣正它就行了，扣正了就行了啊。好嘞，手回琵琶，中心前移。提腿垫板木向里一靠，右手做彩状，左手做裂状，坐腿慢动。好，放开，肘窝放开啊，放开一点啊，不要这么夹子啊，放开一点。好，右搂起腰部，左搂起腰部啊，旋右臂立左掌，转身，哎，两臂环起，看着他走得合适吗？那我太高了吧，太高了，中指不超过鼻子尖儿，哎，好，先慢步。后转身，好，弓腿停留，好，腰带完毕，扣脚，掌立起来，哎，这立起来，那掌多立起来，身子给它稍微带倾斜，哎，稍微带点倾斜啊，上身不要正啊，不要正的，稍微带点倾斜啊，你看身子是不是偏了，步子太跨了，好嘞，好，手回琵琶。重心前移，提脚垫步向里靠，重心后移啊，坐腿蛮步，左搂脚步，旋右臂立左掌，两臂环起，看着他合适吗？哎，出步走，往外跨啊，先搂而后推拉，进步八段锤，通过转换打开脚。好，重心前移，好，提腿蛮步，两臂拉开，弓腿收掌推拳，哎，转过身，哎，两掌坐起来，由后向前往上推出去，好，上身给它稍微朝前，哎，好，狮子手两手垫大呼，重心后移。腰带坐脚扣，哎，重心左移，收脚捧臂，两臂捧起，哎，两臂捧起，哦，这时候还没有站起来，还没有站起来，哎，不要站起来，好，做收势的时候，站起来两臂分开，啊，如果做收势啊，如果不做收势就在这儿，好，抱虎归山，重心略向右，腰带左脚扣。哎，两臂环起来，注意，好，坐驴，重心后移，右臂提起朝前搭住，做出扳状，好，捋过来，屈臂挤出去，哎，挤出去，不要搁到掌根儿，不要搁到掌根儿，往小臂这搁一下，哎，往小臂这搁。分平按，走正了，不要一个高一个低，走正了。好，肘底垂的，转动式，重心后移，两手持平，左臂捋曲走。好，转，往回坐，不够吊手，立起掌来，立掌，立掌，立掌，掌立，立起来。好，跑起来走，转身跨步，手全跑前头了，他搁这儿走，哎，他应该这么走，不要身子太前，往后一点，哎，对对，小小的，别太大，空出来，哎，空出来，这两个肘窝空出来了，那不是前面，而是侧面，先有移，啊，踢腿迈步，往后撤，脚尖内脚尖，转身摆脚，立掌推出，
左手往下放，放到胯这儿，往下放，大一点，往下放，我大一点，往胯这儿放，放大一点，哎，对对，大一点。二，转左臂，踢腿撤步，没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哎，走，推拉，那摆好，摆好，那看他高点立起来呢，高点立了。当着右腿坐稳，迈出左腿以后，是吧？这个转身，你看这个脚啊，你看我这么注意了吗？你看，他我这身子往前走啊，我这身子同时光着脚板踩了，身子不往前走，成了这个了，这个就协调不起来了，是吧？他应该是你比如脚着地以后，是吧？他说重心前移，他整个身子你得走啊，然后你才能推拉了呀，是吧？身子你不往前走，就变成了什么了？就变成这个了，脚板踩平，那成这个了，这上下不协调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走的时候，你上势必须跟过去，他走啊，两臂环起，屈臂立掌，是吧？你看我这漫步以后，你看这个走，他整个身都跟着走啊，你看都走啊，你看我这身子，他都是跟着走的呀，是吧？到这然后你才推拉走啊，你不能说你身上身不动，光搁这脚板踩平，你这就协调不起来了，是吧？这就跟不上了，是吧？所以这身子你得跟过去，是吧？你看比如说这走，是吧？你身子走啊，哎，然后推拉呀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做的时候，这个顺序闹清楚。我们现在呢，先做高探马，这个单边以后啊，他走高探马。他比如说单边啊，这个单边完了走高探马，他一般的要求左手，随着重心后移的时候侧向上翻，这右手呢松开吊手伸出去，然后呢屈臂，哎，向下臂啊屈过来，这会身子还不动。然后呢，做好右腿啊，这个左脚呢要摆正了，然后呢，左掌由前而后，右掌呢由里朝外朝前探出去，他是这么走的啊。单边啊，他重心后移，翻过左掌，松开吊手，屈臂，哎，平坐，坐好以后，摆正左脚的时候。这时候你再转身朝前伸出去，也就是转过身以后你到这儿往前挤，这儿往前给推它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腰啊你要注意，它这时候转身这么挤都是腰走啊，稍微注意一下做的方法，高站走屈过臂，然后腰带再给它探出去，这是高探马啊。下边呢是两个分脚，从这个套路来说呀，一个是分脚，一个是蹬脚。这个分脚呢，它是以脚面啊，以这个脚面啊踢打对方，它是这么走的。它这中间呀有两个平抹，平抹捋，平捋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它一般的做呢是这么做的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啊，在这个腰带两臂环，身前右转，重心右移。坐腿漫步以后，搞左侧，做出什么呢？捋的形状。哎，摆在左侧，再看在右侧，是吧？然后这平的捋过来以后分脚，它是这么做的。所以这个它是平抹，平的抹啊，按身强右转，重心右移，两臂平抹，迈出左脚在左侧做成捋的形状，然后由右而左。哎，平的捋过来，两臂合起来，重心前移站起来，提起右腿，哎，使脚面分出去，也就是踢出去，两臂同时向左右两侧展开，右腿右臂指着一个方向，一个方向走啊，一个方向，两臂反而给它展开它啊。这下边的时候呢，就是坐左腿落右腿，左臂下屈，然后两臂环起，
前头往里头，里头朝外头，中间拱出腿去，在右边你给做出铝的形状，然后由左向右平着捋过来，两臂合起来，重心移过去，站起来，提起腿使脚面踢出，然后呢两臂向左右两侧展开，完了以后呢就拿腿屈过来就可以了，哎，屈过来捧起来就行了。好，再做一遍，高踏马，松开吊手，伸出右指，然后屈臂，走正了，向前探出去，腰带两臂环，身向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做好右腿你再迈出左腿，两个臂不要停顿，哎，平抹做出捋的形状，由右而左捋过来，两臂合起来，站起来，提起腿使脚面给它分出去，屈过左臂，翻过右掌，做左腿落右腿，两臂环起，里朝外，前往后，中间弓腿在右侧做成捋的形状，哎，捋过来，两臂合起来，重心移过去，站起来，提腿分，两臂 no， 不要这么走，立起来，立起来，左腿左臂，哎，这是七肘相对，哎，七肘相对，好，拿它捧起来，然后转身，左脚伸出去，腰带由右而左转身，两臂合，提腿正前蹬，这是脚跟蹬，在这个里边是不是蹬脚啊？有什么有向左转的，有向右转的。这个蹬脚啊，说一下啊，注意地方，它这个转身虚势没有变，虚势不变，它是脚跟转。我们看这个转的时候，现在呢，左腿虚，右腿实，所以虚势呢，你看它转呢，把左腿伸出去，腰带转身。两臂合，虚实没有变，实腿还是实腿，虚腿还是虚腿，因此在转的时候呢，它是脚跟转。OK， 虚实不变，脚跟转。好，你再做一遍啊，注意它转的时候脚跟儿。OK， 啊，这转的时候就注意脚跟儿走。哎，开的时候呢，逐渐慢慢往外翻，不要就搁这儿就翻，啊，不要就在这儿翻，慢慢往逐渐翻，哎，逐渐翻，这个腿这个臂呢指向了正前方，啊，指向正前方给取过来就行了啊。好，这是两个分脚，啊，一个蹬脚，啊，这蹬的时候跟分不一样，就是什么呢？分脚一般是脚面啊，比如他在搁这儿走。我搁这拉开以后，我使这个脚边我是踢它，啊，或者下边如果能踢高的话，踢它颈部也可以。但是走的时候才是脚面踢，所以我们踢的时候呢是脚面，但是蹬腿呢不一样了，蹬腿它有一定距离，啊，蹬腿转过来之后蹬出去，蹬出去是什么呢？脚掌、脚跟蹬，全脚掌子出，啊，全脚掌子出，所以蹬脚跟分脚呢。有点区别，所以你做的时候蹬脚呢，你就是脚跟蹬，全脚掌子出就行了。但是分脚的时候，它是两个脚面啊，这边和这边都是一样，都是脚面踢啊。这臂的分的时候呢，两臂均衡侧立，哎，分别开给侧立开啊，走正它就行了。但是不管你分脚也好，蹬脚也好，你若分右脚，这个右腿跟右胳膊应该是一个方向啊。如果这边这个腿跟这个臂是一个方向啊，如果蹬腿就这个腿跟这个臂是一个方向啊，所以做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啊。松开吊手啊，哎，伸出去屈臂，先不转身，翻过左掌以后，好，迈入左脚的时候，右臂由里朝前探出，这个时候是转身朝前击出啊，转身的时候给击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很多不会用腰，所以这个必须你转过来，是吧？你要这么斜着，你给跳到，比如说这儿走，我这我腰啊，我就用不上了，能用不上。你要不要到这儿往这儿一搁，
不是割，而是腰给鸡，是吧？注意腰啊！好，再做一遍，咱们翻过左掌，松开吊手，屈臂，左掌，然后摆正左脚，由里腰带它，哎，由右而左向前探出，下边平抹，啊，做出捋状，腰的两臂环伸向右转，哎，做好右腿了吗？做好右腿，你慢左腿，两臂不要停啊，脚着地重心移，在左侧你做成捋的形状，这儿起肘相对，空开的，两臂开的时候同时拿左脚分出去，右脚分出去，完了以后屈左臂翻右掌，坐腿落腿，两臂环齐，前头往里头，里头往外头，逐渐弓出腿，注意两个肘尖空，哎，两个肘尖空，中间的不要形成这个啊，不要这么夹，是吧？空开它，啊，空开它啊，好，转，提腿分，哎，放开它，屈腿，蓬臂，转身。两臂合起，正前蹬出，两掌也走大一点，跟前面一样，单边一样，走大一点啊，走大一点。好，下边是两个搂起凹步，接着往下走啊。好，两臂环起，坐腿落腿，脚朝地，重心移，左手环起，右掌推出，右手脚步通过转换，打开脚旋过臂，立起掌，重心前移，两臂环起，上下拉弧，走臂，好，走推掌，下边栽锤，好，通过转换，打开脚跨起拳，他一般的重心后移，是吧？打开右脚的时候呢，右手逐渐的握拳，是吧？这左臂呢就屈至了腹部前方。当左腿慢出以后，转身环膝出锤，看着他，哎，看着他啊！这个跨拳的时候，拳眼还是朝外，拳心朝上，是吧？当你转过身来以后，哎，变成拳眼朝上，然后拳面朝下，哎，给它击出去就行了，啊，走的时候还是腰带子搂开它，给它出一锤就行了，啊，这是进步栽锤了，啊，因为这里边是我往下边的，还有一个叫指当锤，这个是栽锤，做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差不多，只是。他这个要求有点不太一样，是吧？一个呢就是说，刚才介绍说了，就是往下打的，啊，对方来踢来了，你朝他踢，打他的腿儿，啊，或者打某部分啊，他是朝下打的。但是下边一个呢，它叫指当锤，指当锤呢，顾名思义就比较清楚了，啊，它指当就是什么呢？当就是下身。啊，指着对方的下身，我就打你下身，他意思是这样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叫栽锤，顾名思义，想下也就行了，啊，至于高啊低啊，啊意思啊，我们一般来就是比喻的时候，啊，做比喻的时候都是以自己，啊，来做比喻，啊，比如说高啊低啊，都以自己来说，啊，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我们拿这几个动作呢再做一做，由单边高踏马啊，然后呢两臂随腰，注意是腰带它环，你看腰带它环啊，这儿特别是两手交叉的时候啊，这两个腋下一定要空出来，是吧？你比如不空出来就成什么呢？你看腰带两臂环到这儿以后啊，它就夹住了，小了，是吧？这怎么办呢？就到这儿将近这两手交叉的时候，你注意两个肘尖往外抻，
是吧？两碗也趁，你看，你看我这他这老是空着呢，是吧？老是空的，转，开，你看，转，你看，这比较更容易来开，你看我这都空着呢，是吧？你看，开，开，你看，开。哎，注意，不要这么走啊！这么走就夹住了啊！不要这么走，空。哎，两边都要空出来啊！你要别第二个在这空，你要走，里头往前走，前头往里头，你要到这儿的都得空出来，不要夹了。到这儿就夹了，空，然后拉开，啊，这边也是啊。我们做的时候都给空开的呢，两边走，哎，你看。到这儿交叉的时候开，是吧？来开，这挤不到一块儿了啊！你看翻掌，我这身子斜的，走正以后呢，搁这摆正以后，我这使腰往前探呢，在这还是斜的，这才走正，是吧？走正是拿掌给推出去啊！做时候再做一遍。你找一找啊，两臂环起，身向右转，重心右移，左右腿慢左腿，注意两个手往外抻，哎，在左边做成驴的形状，掌立起来，立起来，肘抻出去，掌心侧向上，搁这儿，侧向上，这。高着摆出来，侧向上，掌心，哎，这是七肘相对啊，还七肘相对，转身走到左边，两臂合，好，走，重心前移，站起来，提起腿开分，看，一块走，好，屈右腿，坐屈左腿，注意左臂，那重做，这个左臂。你看我这个左臂坐腿落腿，哎，现在里头往前头，前头往里头，两肘交叉的时候注意肘尖外抻，肘尖垂下，哎，垂下，哎，做成平捋，这个捋不是这个上下捋，它是平的，哎，平的，好，再做一遍，搁这儿，指尖一定要高于肘尖，是吧？屈过臂以后，在转身的同时，使掌沿儿、掌的边沿朝前击出，搁这儿走啊，屈臂探出啊，所以做的时候呢，屈臂转身探出，好，再做。哎，探出身子走正，那斜的你是，哎，走正，也斜了，再走正，走正啊，好。右分脚的转动是腰带两臂环平的磨，做好右腿你慢左腿，向左跨，在左边你做出捋的形状来。哎，左手是右臂的肘腕之间，好，由右而左你捋在左侧。两臂相合，重心前移，站起来，哎，拿腿先提起来，开，哎，看着他，看着踢哪儿看哪儿，看哪儿，好，屈过左臂，坐左腿落右腿，两臂环起，前往后里朝外，两手将你交叉，肘尖外坐腿，左臂捧起来，右掌翻过来，左腿伸出去，腰带转身。走，两臂合，踢哪个腿哪个手在外头，重心前移，注意上身跟上去，右搂青蛙步，通过转换打开脚旋过臂，重心前移，两臂环起，打开，走，掌立起来，立起来，立起来，由右而左转身环起，出拳，
来出拳，左手仍然搁在膝盖的旁边啊，搁在膝盖的旁边，哎，还搁在膝盖的旁边啊，这个拳影这是侧向上的就行了啊。好，停，腰带左脚扣，两臂上下拉弧，做好左腿迈右腿，脚着地重心移，身子跟上去，好，不要动，上身有太直了，稍微朝前倾一点，哎，注意屈臂挤出去，挤放开的，注意这手放展了，手都放展了，手的位置在哪儿，不要搁在掌根这儿，放开一点，慢转身，摆脚，掌怎么推，好，重来，再做一遍，我们这根掌立起来以后，当你撤了步是吧，撤步以后啊，这个出的时候再转身，它一个推来一个拉，是利用腰推拉是吧，所以在这儿顺势的拿脚摆正它，但你必须拿推拉做出来啊，翻掌搁这儿做，你看搁这儿，你不是去这么去去那个，这不是搁这儿去吗，对，你搁这儿去是吧，当你左腿撤过来以后，这个转身时候一推一拉，一个推来一个拉是吧，啊，但你不要说这个不动 no， 文开腿拉，使腰，我们现在都不使腰是吧，尽量使腰好吧，我们前面不都说这一定使腰，这也是好，你再做手，你还是局限的呢，你这全部在这儿走是吧，哎，你搁这儿走，咱不是旋右臂立左掌，哎，顺朝这儿呢，走啊，正在这儿嘛，你就屈臂立呀，这不正好了吗，是吧，然后咱撤步以后，你转身是不是一推一拉吗，这时候走腰啊，踢腿撤步之前之后，脚尖内脚沿，转身推拉，推拉，看得不明显，再做一遍，做好，没立起来，立起来，方向，哎，它半面右的，好，踢腿撤步，脚尖内脚沿，哎，转身推拉，哎，拿推拉的意思做出来啊，然后呢顺势拿脚尖摆正了啊，二反左臂翻右掌，坐起来，左掌坐起来，撤步转身推拉，推拉，这好像都协调了，一推一拉啊，好，第三翻左掌还右臂，屈臂立掌，踢腿撤步，脚尖内脚沿，转身推拉，顺势摆脚，哎，顺势拿左地右脚尖摆正，好，手心不是朝上的，朝一侧的啊，朝一侧，好，踢腿撤步，转身推拉一块，好，二走，撤步，脚尖内脚沿，转身推拉，摆脚，哎，手的位置跨大一点，把这跨大一点，不要这么悬在这儿，大一点，哎，好，完毕，重心右移，踢腿撤步，转身推拉，不要猛一下推拉啊，好，歇飞式倒手两臂合，注意左臂悬起来了，左臂往下，好，开，随着腰带的开，好，提手上势，左脚摆脚里靠，右脚慢出去，两臂正前合，白鹤亮翅，倒手两臂合，注意右臂往起捧，捧圆了，捧，好，左搂脚步，腰带两臂环，
上下拉弧，注意方向，手。左脚慢出去，这时候你身子得跟出去，跟过去啊！你身子要跟过去，不要坐着身子不跟啊！不要这么走，不要这么走，你得身子跟过去，然后你推拉，身子跟过去啊！好，通过转换，左臂碰，捧起来，捧起来，右拳侧翻，重心右移，两臂还起。做出右棚来，走，迈旋转走，哎，你看，旋转，旋转，旋转，好，走，腰带两臂环，向外旋转，到右侧立起掌来，左手撑出去，空出胳肢窝来，好，由右二左捋过来，好，挤，也是，空出胳肢窝来，捧起来它。打臂挤出手的位置，不要搁到掌根这儿，往里头搁，哎，哎，好，不要这么扣这个手，伸展它，这成了四分之一的弧度，肩到手靠这儿走，慢分开两臂，吃两手收两手，到了胸前坐起两碗，那手坐起来，坐正了，坐正了，后腿蹬，前腿撑，慢慢往前拱，两位平身，身子手上前，连走带翻，连走带翻，然后向前推出，啊，人手转身，屈臂，肘尖外伸，那、啊、肘尖外伸，再做。肘尖外伸啊，好，单边，好，重心后移，腰带左脚扣，肘尖外伸，撑它圆圆的，好，走，做彩装下，哎，转身，好，收右脚，你捧右臂，转身，做彩，好，重心移动，做好腿，左臂捧，左臂捧起。身向左转，哎，收左右脚，右臂捧起，肘尖外伸，哎，走圆它，哎，好，收右脚，转身做踩，捧踩啊，注意手势，虚实给它分清了，走，踩马步，脚尖内脚沿，哎。与肩同宽，好，单边看着他，好，屈左臂，翻右掌，坐左腿，落右腿，两臂环起，前往后捋朝外，拉开，平的捋过来，两臂合，重心移，站起来，走，均衡侧立，好，停。这个手拉开点儿，哎，拉开大一点这个翻啊，不要这么走啊，不要这么走啊，大一点，大一点啊，好，好，分出左腿，屈过腿，左臂捧起来，右掌翻过来，腰带转身，提腿正前蹬。蹬哪个腿哪个手在外头啊，好，蹬出去屈回来，哎，两臂环起来，左搂条步，一跨拳屈臂，上步环膝出锤，手的位置，哎，搁在脚胯子膝盖旁边啊，右分脚的转动式，右分脚，左分脚的转动式，
左分脚，转身，左蹬腿，左搂小步，右搂小步，进步，摘锤，这个手型咱们要求的就是这个这么做呢，哎，搁这儿做，我击打搁前面掌眼朝前，搁这往前走的是吧？但是不能成这个走啊，不能成这个走，一定要坐起来，哎，坐起来之后往前推，哎，搁这儿走这个手型啊，注意一下手型啊。你看他这还是耷拉下来，不能耷拉，得坐指尖朝上。哎，拿坐起来的，哎，好，腰带两臂环走，所以这咱们做这个时候注意这两个臂同时动，从前呢他是做的话呢就右臂动左臂动的少，是吧？走。捏着手，哎，如果能够这样坐起来呢？啊，坐起来，坐起来的，是吧？两臂环，是吧？前往后，里朝外，搞这儿拉出来，是吧？哎，你看，坐起来，这么坐，哎，你看这么坐，坐起来以后，坐腿慢不呢？哎，前头往里头，里头朝外头，哎，搞这儿呢，给它做出鲁状来。这手不下去，啊，不下去，直接就过来。哎，也不是这么走，他平的捋。我们在这儿啊，这不在这坐这儿吗？啊，搁这儿呢，平的磨呢，哎，里头往外头，前头往后头，平的捋就搁这儿捋。哦。平的呢，平的捋到这儿合就可以了。哎，平的捋。他平捋你是腰带他走，腰带他，哎，两臂合，哎，腰带他两臂合，哎，站起来，分指尖朝上，这个指尖的走的时候还是朝上呢，向外旋转的走是吧？哎，坐腿落腿，那这个手心朝里旁，哎，这朝上翻。然后你一转过来以后，它正好这个时候，哎，手就到这儿来了，是吧？它一转过来，正好就到这儿，哎，两臂合，捧起来，转过来，两手合起来，转，那分拿腿拿手在外头，哎，转过来在这儿，对，哎，蹬出去。对，所以他这个手啊，到这儿这么走啊，就有点别扭了，是吧？他不能跟着在侧面走的，是吧？你看在侧面走，哎，对，不要走太高，太高成这么压下来了。就正沉肩垂肘，然后你不是腰带吗？在这一使腰，给推出去，使腰推出去。你看这手在下边，那边在这区别啊。完了以后，他这么去。你看我这个臂是不是高啊？这个低啊，是吧？你看，然后走的时候，他里朝外前往后，搁这拉开。他由正面，你要转身转到右边了，是吧？
但是左脚慢的时候是慢在左侧这个脚，然后呢摆的时候呢到这个脚踢的时候站起来就还是踢这儿，这脚走了是吧？这脚完了以后落在这个脚，哎，捋着那摆的还是这个脚，是吧？由这个脚到这个脚，合起来以后踢，朝这个脚踢，是吧？朝这个脚也踢出去。他走的时候两个脚，你在走这个臂的时候，也比如由上而下，哎，你这一转身呢，这不手心就朝外了吗？哎，高站你立起来的呀，是吧？转，坐。看着他，啊，坐是吧？你看，搁这边他也是，你看这么不顺吗？那就坐起来，坐正他，是吧？哎，好，我们坐一下啊。他说旋右臂力多掌，你看，一个上来一个下去，你看，哎，看清了吗？你看旋臂立掌两臂还紧啊，哎，把掌立起来是吧？哎，然后你们扣出步，哎，重心一动，你看这个臂就屈回来了，这个臂呢，哎，走在九十度到了七前了，然后呢重心前移，哎，两臂推拉是吧？两臂还起，这个旋右臂力多掌，两臂还起，屈臂，哎，你看这儿抻出去，不要夹，抻，哎，抻出去，哎，然后满步，哎，转身走，哎，到这儿。所以这个白鹤梁式，他这个在头部上方，这是高处。高处走的时候呢，他旋臂以后啊，高的往下边走，低的往上边走，两个呢，他上下走，是吧？拿这个闹清楚的啊。你看在这儿，在向右转身同时，旋右臂力多掌，上边往下走，下边朝上走，两边上下走啊。哎，都朝右边这个方向走。哎，在这儿，我们做收回琵琶，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。你看，那个人上面的手往下走，可这个手呢，他不是往下走了，是吧？你看，旋臂立掌，他上边手你往上走，下边手你朝下走，是吧？他因为他在这儿，他不是高最高处，因为这个刀到最高处了，不能再走了，所以上边走你往下走，下边走最低了，哎，所以他往上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哎，他上边走你还可以往上走，你下边走你还可以往下走，因此他做出少有不一样，就是旋右臂立左掌，左手你往上走，右手你往下走，哎。两臂都朝右侧这个方向走，哎，他是这么做出来的，是吧？这跟撸起腰部这个做法是一样的。你比如我们做撸起腰部，啊，通过转换打开脚，是吧？旋过臂立起掌，这上边手你可以往上走，下边手你可以往下走，是吧？这个所以稍有点不一样，就在接续地方有点不一样。这时候坐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这个时候走的时候力气大，你将来慢慢习惯还就习惯啊。你往这走呢，啊，很自然的就到这儿了，哎，不然真是顺乎自然的，你多坐坐。对了，你看实际画前就这么个圈啊，就这么画弧啊，轮起来他就是这么个走，你看，哎，但这个转的时候你得转身，是吧？你的身子转过去才是顺了，那身子不转，搁这就有点别扭了。
哎，提起右腿正前蹬出，好，左打虎式，坐左腿落右腿，右爪朝里扣，重心右移，左臂捧着右臂肘腕之间，出步，两臂拉开，右打虎式，重心后移，腰带左脚扣，扣过来坐回去，两臂落下来，做出捋的形状来，哎，做出捋的形状，先迈步，脚着地，重心移，两臂环起，下边右蹬腿，腰带左脚开，身向左转，右脚里扣，右脚里扣，两臂左侧合，站起来，提腿正前蹬，下边双峰贯耳，曲过腿，外面转身，左臂环过来，与肩同宽，坐左腿落右腿，脚着地，两个肘尖向后引，两手向左右后翻，逐渐窝锤，啊，双腿击出。下边呢又是个左蹬腿，两拳由上而下，哎，两臂合起，提起左腿正前蹬出。我们前面完了以后啊，屈过腿，这个左脚啊向左后伸出，用腰带着它跨步走上呢，哎，整块环一周，这左脚呢落地以后指向着东北角，然后呢站起来，提起腿，把右脚呢朝于正前方给蹬出，啊，哎，我们再做一遍。我们现在看这个转身，我们前面那个左转的时候，它是脚跟转，它虚实没有变。你看现在这个，这个是实腿，那个是虚腿，哎，他坐的时候，你看左腿伸出去，这是实腿，这是虚腿，好，转身倒腿了，左腿变成实腿，右腿变成虚腿了，所以虚实变了，虚实变脚掌转，虚实不变脚跟转，好，再做一遍，好，向左后伸出，你看他的左腿，他是脚掌转，不是脚跟儿，脚掌，哎，是脚掌啊，他不是脚跟了，哎，对对，这么着拧过来了，要不然拧不过来，你是脚跟啊就不得劲了，啊，左腿蹬出去过来，左腿向左后伸出，腰带他跨步转身，脚掌转，哎，转过来了，哎，两臂合起来，站起来，踢腿正前蹬出去，哎，屈过腿来，下边一个什么呢，半蓝锤，这个半蓝锤啊比较简单，它是坐左腿落右腿，右脚尖打开，重心前移，踢腿迈步一推一拉，哎，弓腿收掌出拳，如风似壁，还跟以前一样，转身复转回来，一掌推出，狮子手，重心后移，腰带左脚扣，重心左移，如果往下坐，我们就直接走抱我归山了。现在呢，我们不坐了，不坐了，暂时做个收拾，哎，做个收拾。双腿击出，左蹬腿，两拳由上而下，在右侧合，提左腿正前蹬，屈腿，左腿向左后伸出，转身。一推一拉，跨拳推掌，弓腿收掌出拳，如风似壁，
转身，双臂按出，十字手，两手大呼，重心后移，腰带左脚扣，两臂左右展，好，坐回来，两臂合起来。好，做个收势，